Hello， 朋友们，整天用这个牛奶、鸡蛋、矿泉水来灌这个沙马蟹，愣是没把它灌出来。今天我妈让我打酱油的钱，买了一罐可乐来灌这个沙马蟹。老铁们，千万不要给我双击啊，我怕上了热门以后被我老妈发现，说我个败家子，会揍我。不远的发现沙滩里面有东西闪闪发光，走近一看，我去，原来是一个不锈钢的水壶啊！咱还是一铁锹把它挖出来，里面还有一只八爪鱼。嘿嘿，有老铁看见出货了，反手就给双击了，因为他知道双击可以活跃账号，能够开通直播。双击关注我，看我都用啤酒、鸡蛋、牙膏、芥末灌沙马蟹。今天我用魏延杰灌沙马蟹，认为能灌得出来的扣个一，觉得灌不出来的扣个二。如果在你手机不卡屏的情况下，请给小弟点个红心，加个关注。来了老弟啊，这是在青岛的海域发现这么一只老板鱼，搁浅了啊。这个视频只有学会降龙十八点的人才可以点亮红心和加上关注的，你要不会的话请别点，会受伤的，真的。咱们今天晚上哈喽进来的老铁们，这个鱼呢叫凤尾鞋垫鱼啊。我们这边当地呢有个习俗，就是大姑娘出嫁头一回嘛，然后呢你就把这个鞋垫鱼呢放在鞋底下放一会儿，寓意着不会跑哈。小媳妇儿你就别放了啊。